大家好，今天与大家分享一道营养菜——爆炒胡萝卜丝，清脆爽口，特别的好吃。一起来看看吧。两根胡萝卜，去头，切片，再切成细丝。这可是专业大厨亲自上灶为我们展示厨艺呀！瞧瞧这当工，多专业呀！切好了装盆儿。切好的胡萝卜丝，先加盐、醋。一定的多加点醋，味极鲜酱油和香油，用手抓匀，腌制5分钟，让胡萝卜丝先入味儿。这是我做厨师的弟弟，小伙子挺帅的哈。再切点蒜片、葱丝和干辣椒段，少许的肉丝，准备就绪，开始炒。热锅加油，放入葱蒜、干辣椒爆香。放入肉丝翻炒，加点蚝油提鲜。把肉炒熟后，放入腌制好的胡萝卜丝翻炒。这勺颠的，太专业了吧！胡萝卜丝炒至断生就好。加点鸡精、香油和香菜即可出锅。胡萝卜丝这样简单一炒，清脆爽口，鲜香美味，而且营养价值也很高，经常吃点对身体好。胡萝卜丝出锅了，看看这颜色就很有食欲吧。喜欢就请加关注吧，点赞、转发，感谢大家。